好意思说，我要结婚了。什么？结婚？爸，你别开玩笑，你跟谁结婚啊？跟你蔡阿姨。哪个蔡阿姨？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，你蔡阿姨。爸，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？保姆怎么了？结了婚就是我爱人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？你们现在就结婚，这合适吗？合适合适，我们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。可是爸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回了美国呀，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。要不是他呀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了。哎呦，我知道，可是爸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蔡阿姨这个人呐，真是可遇不可求。她对我的好啊，让我有一种幸福感。她进了咱们家这个门，除了任劳任怨，光一日三餐都不带重样的。你爸我都吃胖好几斤了，过去那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。你放心啊，儿子，我们结了婚，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。哎，爸爸，他能把你照顾得好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，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。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，这是两码事儿啊。我是要结婚，不是要保姆。我老了，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，不是啊？爸，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明成和明玉没有把你照顾好？你放心，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好好陪陪。别没话找话了啊！听不明白是怎么着啊？除了小蔡，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？只有小蔡吧。行了，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，你就别拦着了。哎，不是爸，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？要不要大家一块商量一下？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？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？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事儿啊，我得告诉你，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。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，就是通知你一声。行了，挂了吧。喂，爸，你。宋老师。哎。这太让你为难了吧？不为难，我觉着你说的对。咱们结了婚，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，给你一个安全感。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，我是想和你结婚，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。宋老师，您对我太好了，我其实就是那么一说，您还当真了？当真，我必须当真呐，必须当真。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，只有你，就你对我好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，我都不如给你，我心甘情愿，心甘情愿。宋老师，宋老师。